火车特洛伊。哦天哪，特洛伊，当这场风暴结束后，我们应该出去确认大家都安全。让我们去看看朋友们都在做什么。特洛伊，这些干草把交通完全阻断了。有什么车可以把干草从路上移开吗，特洛伊？好主意，特洛伊，我们可以使用那个拖斗来把所有干草运走，但我们怎么才能把它们从路上移开呢？我们需要去汽车城找一辆新车来帮助我们移动干草。好吧，让我们去找一个可以帮助我们解决这个问题的新朋友。看看这些集装箱，特洛伊，它们装着用来建造一辆新车的全部零件。哪辆车可以移动干草，特洛伊？一辆救护车，蒸汽压路机，一台拖拉机。好主意，拖拉机可以帮助我们拾起和移动干草，是个完美的选择。他来了，特洛伊。让我们回到农场，清除干草。好吧，特洛伊，让我们造好它。让我们先卸下零件。哇哦，已经差不多完成了。你好，拖拉机，很高兴见到你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本，欢迎来到汽车城，本。特洛伊，本身来就擅长在农场工作。本，我们有重要的工作要给你。一场风暴把干草吹得到处都是，他们阻拦了交通。本，你能用你的捆包工具把干草移到拖车上吗？哇哦，你真的很快，你差不多已经完成了。别漏了最后一个本。做得好，道路已经被清理干净了。你是对的，特洛伊。本，我们需要把干草移动到谷仓边，你可以做到吗？干得太棒了，本。
谢谢你本，再见，再见，朋友们，下次见。火车特洛伊，嗨，特洛伊，今天是锻炼的好日子，不是吗？哦哦，特洛伊，有那些树挡着，没有人能过桥。你说的对，特洛伊，我们需要去汽车城找朋友来帮忙。太好了，我们已经准备好迎接新朋友了。哪一个会帮助我们把树木移开呢，特洛伊？哦，你觉得起重机可以把树从桥上移走？让我们带它回到车站就知道了。小心，特洛伊，他来了。让我们先卸货拆包。我们还需要另一块吗，特洛伊？当然，没有这些，他哪儿都去不了。哇哦，现在起重机出现了。你好，起重机，很高兴见到你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查理，欢迎来到汽车城，查理。特洛伊，查理的工作就是把物体抓起来并挪开。好主意，特洛伊。查理，我们有工作给你。我们走吧。干得太棒了，查理。还剩下不多了，查理。不要忘了最后那根树枝。
太棒了，这座桥已经清理干净了。哇哦，非常感谢查理，实在太棒了。再见，查理，下次再见。再见，朋友们，下次见。